尊敬的奇缘用户，大家好，今天我们正式发布奇缘 FatFish Captain 一站式信息平台。该平台可在电脑端、平板端、手机端等多种硬件上运行，并兼容 FatFish 飞行鱼、 FatFish Pro V6 Plus、 FatFish Pro W6 等众多机型。该平台将信息高度集成化，可同时显示各类传感器信息和实时航行状态，并有着超强的兼容性和可拓展性，集成了奇缘 FatFish 行业级所有配件的功能。工具箱是系统化集成功能的入口，优化传统的电脑中继方案，直接通过 FatFish Captain 进入附件功能设置界面。水下作业情况复杂，状况颇多， FatFish Captain 高度集成化的设计让控制传感器和数据呈现在一个屏幕和界面内完成，简单集约，让 ROV 操控手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应对水下的复杂状况。水下作业数据记录尤为重要，正式推出 Mission Log 任务日志记录功能。该功能是以视频形式将水下作业任务完完整整的记录下来，最高画质可支持 2K， 如屏幕中显示的摄像头画面、声纳图像、水下坐标、深度、水温、航向、机身姿态等。必要时可随时打开录音功能进行解说备注，记录此刻你的想法和理解，同时支持耳麦音源输入，进一步降低环境噪声的影响。 Mission Log 是你忠实可靠的任务日志记录助手。水下作业的导航基本上依赖于声学系统，而成像声纳则是最有效的水下导航设备。为此，我们将成像声纳这一至关重要的水下导航功能作为第三方传感器集成功能的开端。进入工具箱，选择成像声纳，按照自己的喜好和使用习惯设置视窗界面和呈现方式。设置声纳参数，在作业过程中可通过 FatFish Captain 直接调节镜像翻转、配色、声纳探测范围、探测频率和增益大小，让 ROV 操控手更加从容、更加专注地应对水下作业任务。 FatFish Captain 一站式信息平台仅仅是一个开端，今后我们会在该平台上融合更多的设备，开发更多的功能。奇缘科技将持续引领水下机器人行业，致力于为行业客户提供更优异、更方便、更智能的水下作业人工智能解决方案。